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1245期的节目。今天呢，抓紧速度呢，赶快把手边几款比较新的玩具给大家做一个开箱分享。今天做的这款是 T1 所推出的幻影，它是比照 TT 社 MP 级别的大小效率做设计的一款玩具。那至于它的总体表现有没有达到 MP 的水准呢？各位节目看完之后呢，再自己做个评论。我给它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你要说呢，第三方的东西呢，比美官方的 MP 水准，这话还真的是不敢随便说啊，就大家自己心里有数，进去做一个衡量吧。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外观啊，没有什么空洞偷胶，基本上是没有。背包的话也几乎是没有，做得非常的干净啊，收得很整齐。那我连续几期的玩具呢，变形都没有到位，都有漏变或漏或者是错件等等状况，所以我大胆预言这一集这么稍微有点复杂的一个第三方玩具呢，我应该也会变错啊，应该也会有一个 miss 掉 loss 掉的一个地方啊，先给自己打预防针啊。那它是有个替换头雕的，那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偏好这个微笑的表情，所以我就把它换上了这个笑脸了啊。OK， 那我们的话呢，就开始来看它的一个整体一个综合表现。那我重点还是会放在变形上面了，其他部分我就不会提太多啊。首先它的一个肩炮上面有个非常漂亮很大的一个导弹啊，这个导弹的话呢是可以轻松把它拔下来，它是有做一个防带的设计，你看到吗？下方是一个平的啊，所以装上去卡上去之后呢，它是不会转动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会卡住啊。手臂的话内侧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跟凸的一个结合，这是官方 MP 的一个小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握枪的一个方式，手臂平举360度的转动都没有问题，额头肌这个地方可以转动，手肘呢变形的关系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手腕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然后食指单独的话，食指是单独一个可以动的一个关节，其他的三指共用一个根部关节，拇指的话呢也是它这里是有做出一个上下动的一个关节的啊，但是比较偏紧一点点，平常没事呢我也是不会去动这个拇指的啊，要随便比赞那可是不容易的。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是可以上下做一个调整啊，这里可以往上推一点点，也可以往下放下来一点点啊，那就看个人的喜欢了啊，这个应该是没有硬性规定要怎么放了。腰身也可以转动，但是往后转的时候呢是这个地方啊，这个会卡住，那如果你真的要让它做一个大回旋的话呢，就必须要把这个腰部这个锁扣呢是可以，这里可以把它给解开的啊，就可以做一个腰部完全的一个转动了啊。不过就是平常人形状态下是不太会去转成这样了啊。那么它的一个裙甲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可以动的一个设计，两侧啊这里可以完全的掀开来，髋部的话呢并不是球形关节啊，这么大的玩具都球冠还得了啊。膝盖的话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脚踝也有很好的一个可动性，脚掌前后脚掌的话呢是一个这里是金属部件，后方的话是塑胶的啊，但是这个脚的一个接地的话呢范围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一款人物的一个站立性呢，所以说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准的一个表现啊。总体来说配色是标准蓝白的配色，看上去是比较舒服的啊。那在机器人部分的话呢，我并没有特别不喜欢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非常高分数的。那这一集的话呢，我们就重点来讲它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直接的来到一个变形的一个环节。那变形的话呢，主要的亮点呢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肩炮呢是很完美的，可以收到腹部内侧去。那我们先把这个头部的话，我是记得这个，因为我手上这个是测评件啊，我其实我没有说明书，我是一整个就是靠自己去摸索的，那我也不知道这样变是对还是不对啊，应该是虽不中亦不远矣。这个部件它是有一个双动关节，是这样的，平常是压下来的啊，变形成车的时候是把它往上推上去，这个地方啊把它给靠拢，再来的话呢是把脸给塞到这个位置里头啊，这个脸大概放到这就行了，然后呢后面这块部件是可以直接的透过这个零件把它给往后面这里戳下来到这里，然后戳下来的时候呢是两中间有两侧这个部件呢把它给翻开来往下放，那往下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个腰部这地方给解开松脱开来啊，松脱开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吧先把这个地方给翻出来，这整个脚的话呢这个先把它给掀下来，我们把内部的这个部件这里有个部件把它给抠出来，这些小部件比较容易去忘记啊，特别是像我这种人就特别容易会忘掉，所以我先把它给抠出来。OK， 好，那我们就接着继续其他几个地方的变形好了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这个部件啊，先把手拳头给收进去好了。这个这些
除了肩胖啊，还有腿部的变形之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呢，都还蛮直觉的啊，并没有特别的一个困难。像这个手收到这个小臂内侧去啊，就拳头把它收紧就可以了。好，这个扣上，这个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难度了。然后把这个物件的话往上推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推上来的时候，这个两侧啊，这个轮胎这一侧推开是没有问题啊。这里的话呢，要注意到啊，它这里有扯到一个肩炮的一个位置。肩炮的话呢，它这里一带啊，不对，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翻出来好了。内部这个地方，把它这个部件整个翻上来，直接的啊，这里要先把这两片部件，这里两片部件要往中间集中，集中过来之后呢，这个部件呢才能够顺利的翻上来。这两个部件完全的翻上来，翻上来之后，这个可以把它整个给打上去。好，到这边它不要妨碍我们啊，我们先把手给收进来好了。它这个手的话就是这样子直接转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呢再透过这个额头肌这个部分把它给转进来。 OK， 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啊。这个地方是粘到什么东西，嗯，有一块什么残胶啊什么的啊，嗯，无所谓。这个手臂的话呢一样啊，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的话给往内翻进来，翻进来到这，透过这个额头肌这个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是有个洞，对应边就是有个凸，就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到这把它给扣上去。好的，到这边这个玩具的容错率比较高啊，这容错率高的玩具就是比较高分数的一个玩具。到这，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直接往上面推上来，到这里哦，到这里。那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个把这个肩炮呢给收到，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形状不一样。那这个肩炮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人形状态下是往上面推，变形成车辆要收进来的时候是把它往内折进来，然后再从这个地方转进来，轮胎出去，然后呢再把它呢给转进来，再进来，然后再往上推，再转过来，然后顺着这个方向啊躲进来就可以了啊，非常行云流水的呢就可以塞到这个地方。那我这边就可以把它给翻出来了啊，那轮胎就往外面直接的翻出去，到这边如此这一般啊，我们的这个啊肩炮的这个部分呢就算处理完成了。然后呢这个手部的这个位置的话呢，这个形状是转上去，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把它往这里放下来了啊，到这边放下来。那你发现这个地方的话呢形状呢没有 match， 就把它往上面推上去， OK 就可以靠在一起了。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把它放下来，然后呢把它往上面推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人形状态下呢肩膀的这个部件的话，它是可以前后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一个搓动的。好，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变形的话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腿部的话呢就有一点点的一个困难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要把它的一个这个腰部呢做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动，然后呢这块部件啊这个侧边有个裙甲啊，记得把它给掀上来。掀上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腿部的变形咯。首先的话呢我们把整个腿部呢给做一个正常的打开，那打开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啊，这是第一个卡扣，把它给松开。那这个地方都整个你看得到能松开你尽量就把它松开就好了。我只告诉各位最关键的一个转法，就是呢把这个部分给转进来，就是把这个螺丝钉的部分呢转到内侧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转轴，其他地方都整个给打开，整个给打开。然后的话这里关键就是这一块部件了啊，这一块部件在人形状态下呢它是这里还可以推开的，这一块部件看到没有，它这样推只在卡在这一边，变形成车的变人的时候是这样子，变成车的时候呢是把这一块部件呢就是往上面推的，往上面推了哦。往上推之后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整个腿部呢会跟着缩短，会跟着缩短。那这个地方的话能够妨碍到你的呢你就通通把它给推开，这个地方整个都把它给推开，看到吗，这是人形下哦。变成车就是这个推上来，这个关节不要动，是要动这里，把它给推进来到这。好，就到这边，其他的部件呢通通的呢把它给推开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洞，待会对应边这一块凸呢就会到它的对应边来。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一侧，你有没有看到到这边来，到这边记得这一块部件不要转了，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呢往外面包下去。包下去的时候呢
注意这边还有一块地方在这里，这块部件呢要盖进来。那盖进来之前的话，这个地方是可以往上面搓动的。哎，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往上搓啊，这里把它给推进来，往内，再往内，这里弄错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关节往上推，这个地方整个推进来到这边。这个部件的话，待会的话是要往上面折过来的。然后这一块部件，记得这一块部件就是在中心点，因为它要两侧要做一个结合，到这边，好，到这里，到这边，这块部件可以往上推上来。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个其实关键只有一处了、哦、还有这里，这里折进来，这里有个洞，要跟这个凸这里做一个结合，到这边，好，到这里，等一下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这边的话就是放到这里，大致的雏形就是这样。你只要记得，关键就是把这一块部件啊留在中间，留在中间，其他的部件就把它解开，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另外一侧我们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哦，先把这个地方给松开，整个的给松开，不管，因为这里的部件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解。我就是告诉你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变法，就是你就先把它整个都给翻开，整个都给打开，整个都给打开，然后就是把这一个螺丝钉的部分转到靠内侧，然后这一块部件把它给松开，这个部件把它给松开，松开之后它本来是这样子，现在把它移到内侧去，就这样子，就是移到这个内侧来，移到内侧，好，然后待会就是这里有个凸跟对应边要这里做一个结合，其他的部分呢通通都不要特别去转动它了，就这样子，这个部件是 hold 住它就可以了，好，就这样子，你把它挨进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部件呢妨碍到你，就把它往上面转，这块部件往上转，然后这里有一个滑槽往外推，往外推，然后这个部件往内折，好，到这边翻到这边已经基本上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把这中间这两个地方做一个结合扣上去，这两侧的部件呢，哎，你看这个形状都已经几乎都已经出来了啊，都出来了。然后这边这一块部件，这个部件要记得翻进来，那这个部件我刚刚已经推上来了，到这边，好，最后就是一些密合的状态咯，这个地方前方这里把它给做一个密合啊，不对，先把这个这里看到没有，有个凸，这里有个洞，这里把它给扣上，当然前方这里的话呢也是要顺便做一个密合的，这样子，到这边，这里扣不上就很丢脸了啊！明明说已经快要变完了的，因为最难的部分也基本上已经变完了。这里啊，这一块没翻上来，怪不得压不到位啊。好，这里好扣上去了啊，这边再把它给这里把它给扣进来，这里也是一样的，组合上去，然后呢把它给往前面扣进来。也是一样啊，这里记得把它给扣进去。好，最后中间，哎，中间要爆开了啊！好，中间，然后上方这里扣上去了，这里也是一样，都扣上去了啊！逐渐的呢，都把它给做一个安置好，这个部件也扣上。然后呢，这两块部件的话呢，基本上这两个部件扣好呢就完成了啊。那轮胎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两侧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调整，这个前方的这个面板这里再调整一下。嗯哼，OK 了啊，嗯。这个地方没扣上啊，底部有什么地方没编好？嗯，有了 ，OK。我们最后的话呢，来检查一下它的一个这个部件，应该是往后面推啊。嗯 ，OK。来检查一下它的一个轮胎的一个滚动性。
啊，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好，那武器呢？没有研究出来要放哪里。这个部件应该是往后面推啊，应该是保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就可以了。那它的一个整个变形的过程呢，第一个亮点，它的这个肩炮啊，一体变形的呢，收到了车子的底盘。这个过去有，我是有过几款这个官方的这个幻影的这个肩炮，都是拔叉变形，但这一款的话呢，它居然是一个一体成型的一个变形，个人觉得是比较厉害一点。再来是它的腿部的变形呢，原则上你就是把握住两个转动的方向啊，第一个是要腰部旋转180度，第二个就是这个大腿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螺丝钉是转到车子的内部，然后这两块部件呢，维持在这个中间，那就是这一块部件呢，人形的时候是在下面，变成车的时候是往上面过来，它往上面抬上来之后呢，整个部件会跟着往上面推，就一个车形态的一个状态下的腿就是缩短了啊、哦。那这个地方刚刚没扣好，现在扣上去了。那这是车子的一个底盘的部分，其他的话就车型的话，我是觉得好像前面是不是稍微短了一点，这个好像感觉霸气度稍稍小了一点点啊，但是也是完成度也是很高了哦，而且这个轮胎还是一个橡胶胎，滚动起来的话是非常的安静的，各位可以再试一下啊，对，轮胎在这做一个简单的调整。那么呢，这一款的话呢就是 T1 的这个幻影，那么推不推荐呢？个人是觉得质量啊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应该是没有错件吧，各位看一下有吗，有没有错件啊，我是没有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变起来就是可以了，然后没有什么比较脆弱的部件啊，基本上目前是没有，然后没有什么然后了，就这样子吧啊。玩起来的一个手感还比我想象中还来得好，那初次变形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啊腿部的变形会觉得比较复杂啊，但是你要记得转动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地方，把这个啊腰转180度之后啊，把这两块部件呢把它维持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呢就没有其他特别的难度了。那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啊，一镜到底的把它给拍完了啊，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